家就要去 Gamescom 嘅會場啦。呢度就係 EA 嘅會場啦，入場攞啲嘢飲先啦。呢度有個特飲品咧，好特別叫 Pink， 咁啊睇睇係咩嚟嘅先。哦，粉紅色，同上年飲到嘅嘢都有啲特別喎，不過粉紅色唔知咩味咧，有啲土味喎，幾好飲喎，嗰陣先。Fresh apples are pink. Grapefruit juice. Grapefruit 原來西柚嚟嘅，咪好。How to speak? How to speak? Kershav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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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支嘢飲又學到一支新嘅嘢飲啦。好啦，再入去啊，行下有啲咩嘢逛。呢度啲嘢食咧就係任攞啊，攞包呢啲脆片一路打機一路食，咁先至係啱我車啊。Hi, I'm good. Yeah. Yeah. See you tomorrow.The best fake player in Hong Kong. Thank you. No problem. Gotcha. And no man. Still not better than me though. This one is my 澳洲朋友，大家見過啦。咁呢度咧就係 FIFA 19嘅試玩區啊，即刻去試玩下先。首先試下個 Journey Mode 先啦。FIFA 19嘅 Journey Mode 有三個角色，主角 Alexander， 佢老友 Danny Williams， 同埋佢家姐 Kim Hunter 嘅。不过呢次 demo 啊，我哋只能够试到 Alex Hunter 嘅啫。咁啊，今集咧就讲到佢嚟到皇马啦。啊，咁啊，你见到啊，皇马更衣室啦，好开心啦，摸紧自己波衫，威威珠光中耀祖啦。喂 ，Alex， 哇，教练问我咩事啊？我过嚟有嘢揾你啊。啊，你哋大哥等紧你喎。哇，咩事啊？想恰新人啊？仲喺度奸笑啊！啲老大哥，即刻做一个，即刻抢，睇你俾包边个啊！好白痴，攞鬼错手掣，低能让你几秒钟啦，好，嚟即刻攞到啦，好，即刻俾翻亚历山大，让过你一阵，你都攞唔到，个手掣成日都要咁样换。好似又系唔知道边个打手掣，好吸过嚟啦，喂咩啊？俾我扭完唔顺利啊！我吸过嚟，再吸过去，轻轻松松扭到你臭啊！好，亚历山大，我呢，第一叫佢扭过你啦，好，继续屈下分先，仲有几秒钟，轻轻松松啊，五千分。让佢都已经有 A 啊！做完马骝之后咧 ，Alex Hunter 咧就后备换入啊，第一次代表皇马咧上阵欧联咧。好啊，我话咧目标咧8.5分啦，跟住咧就要入波啦，同埋赢比赛啊。换咗奔斯马老大哥啦，似乎咧真系野心勃勃啦 ，Alex Hunter， 唔该出翻嚟啦 ，Alex Hunter哥，好，系。出翻嚟先啱啦！哎呀，喂到口边都唔入，仲有机会嘅。好，斩埋你，顶唔顶到？哎呀，又系亨打，哇，顶得唔够靓啊！扑啊！攞七分钟时间无多，呢下直线靠你啦，亨打入啦，瓜哥。亚历山大7.4分啊！即刻入波先啦！你有冇机会咧啊？顶走奔斯马做大阿哥啦！而家威咯，俾到过嚟，你睇呢下直线比较靓啦，下翼对住嚟俾个左脚嘅飞落死角啦，轻松啦！你亚历山大啦，啱啦！哎呀，唔紧要。入啦！哦，今次仲威过威士忌梅开二度啊！好嘢，好嘢！你劲，你话劲唔劲啊？第一次啊，咁啊入两球啊，咁啊实成为大阿哥啦！啊呢下夹硬都做俾你，讲真，点解个个大阿哥都肯喂波俾你啊？啊，肯定啊，即系人缘好啦。依家撞墙靓噶啦，好吸过嚟，俾翻亨达再嚼，
拇指起發啦！你个可以正式做大阿哥啦！你一笑得咁开心，咪够钟啦，大佬，喂，得啦，搞掂，赢咗啦，耶耶！你阿亨达好威，同啲教练诶求证，拜拜拜拜，哦，攞走个波，因为佢冇纸戏法啊，我哋攞去做纪念品啦，啊，皆大欢喜啊！好啊，睇下成绩表先，十分，哇，唉，跟住话咩要攞一助攻，助咩攻啊？我系负责入波嗰个啊嘛，大佬。喂，嗰日咧，哇，个中医啊，佢话你第一次打欧联喎，亨达，你点睇啊？咁啊，有啲咩答案啊？第一，哎呀，中医呢一个就系、是、第三个，不过我哋专心喺个结局嗰、那个赛果呢一个咧就话，哇。我覺得咧呢啲係理所當然嘅事，梗係呢個咧最串嘅。我話俾你聽啦，呢啲嘢，因為啊食生菜咧，只要你有熱情，好似我呢啲咁嘅球員，天生麗質，一定係要打歐聯嘅咧。佢話歐聯咧，佢話打啲最強嘅歐洲球隊係我最中意嘅賽事。佢話多謝你嘅時間啦，安達，佢話多謝曬。好咁啊！今集咧仲有呢啲咁嘅新嘢嘅，嗱呢啲啦嚇，即係有歐聯杯啦，咁啊啲新嘅玩法啦，有咩新嘅規矩啊？你見到 New Ways to Play 啊，你又見到咩 House Rule 啊、Survival 啊呢啲啦，有啲新模式啦，跟住仲有一啲新嘅系統啊，主動足球系統啊，嚇即係第一下掂波你要點樣做咧？仲有50 battle 啊！即每個球員嗰啲鬥啊，點樣啊爭身位嗰啲，跟住就係啲戰術系統啦，同埋射波啊 ，time finish。當然唔少得 ultimate 啦。最後啊，呢個 journey 啊。咁呢個 Journey Mode 就只能夠玩一小節嘅啫，咁啊而家咧就只能試一試，咁啊到底啊家姐啊或者佢個 friend William 有啲咩玩咧？咁我哋要等正式先知啦。咁 Journey 嘅部分咧就告一段落嘅，咁啊我哋睇睇其他嘢啦。今集 FIFA 19咧就有好多游戏模式嘅，咁第一個呢個 Classic Match 咧就好似平常正常咁樣玩嘅。咁之后咧就特别咯，呢个 House Rules 咧就有啲特殊嘅规矩嘅。第一个规矩咧就系 Long Range， 就系好似篮球咁啊。如果你禁区外入波咧就有两分，禁区内咧就一分咁样。第二个模式咧就系 Survival 啊。咁呢个生还者模式咧好特别嘅，就系边一队入波咧，咁啊嗰一队嘅球员咧就会随机少咁一个。咁咧但系咧如果咧你入够5球嘅话咧，你啊即刻赢噶啦，即系话无论几多分钟啊，可能你5分钟上半场5分钟已经入够5球嘅话咧，你5个球员走咗咧，就已经即刻胜出呢个比赛嘅。第三个模式 head 咧成 volleys 咧，你一定要靠头锤同埋窝里咧嚟入波先至计数嘅。咁啊，第四个咧就系 first two 啊。咁咧，你可以設定嘅就係第一個咧 ，first to score 啦，即係第一個入波啊贏啊，或者第一個入3球嘅隊伍啊贏啊，等等等等啦、啊、最後呢一個咧就係我覺得最特別嘅就係冇規矩啊，冇球證嘅情況下作賽啊，越位啊，鏟人啊，咩都得。玩 low rules 呢个模式咧，乐趣系非常之大嘅。哇，祖云达斯呢下从牛拦截啊，非常之靓。祖云达斯喺度挑人咧，滴波。曼联嘅球员点啊？想攞波啊？一攞波之后，祖云达斯就即刻连续铲两嘢啦。哇，铲到脚都断啊！你睇下铲得几过剂啊！有咩开心得过啊？见到对面嘅球员嗰啲痛苦表情啊，受伤啊！你睇下费南尼呢个样，擘大个口啊，得个窿啊！以为曼联有个单刀机会喎，哇！基亚连尼啊，一嘢连人带波铲落去，人哋单刀唔紧要，就咁样铲落去最爽啊！攞波啊，够胆你啊攞，抵啦！攞啊攞啊攞啊！即刻10倍还翻俾你，一嘢飞铲，山仔屎你喊都冇用噶啦，冇球证可以帮到你噶啦。除咗啊铲人之外咧，你可以铲埋自己嘅龙门。之外咧，仲可以疯狂顶头锤啊！
子弹头槌啊，重出江湖，哇！日夜顶到敌机啊，穿心啦，系嘛？咁啊，除咗呢个铲人啊，仲可以出越位射球啊，呢啲啊越咗几个身位咧，冇问题啊！睇睇呢球点啦，哇！越咗成条街噶啦，跟住祖云大师啊，轻轻松松啦，面对龙门招射，痛快。咁最后咧睇下球王系点样铲波啦，啊铲得非常之靓嘅，跟住你见到曼联嘅球员啊扁晒嘴啊痛苦嘅样啊 ，C 朗铲人嘅时候啊个样几狰狞啊，你睇下佢眼神铲到人哋飞天。仲有咧就系今集嘅 FIFA 系可以打欧联嘅 ，C 罗罗啦，叮叮叮叮叮叮。最后我私人醒你三招，学识呢三招你就独步天下。第一招时机射门 ，FIFA 十九咧有个新嘅射门系统啊，就叫 time finishing。如果成功揿中咧，你会见到一个绿色嘅框框，跟住射出嚟嘅波咧就会特别劲嘅，啊，亦都精准好多。你见 C 朗呢球啊，直飞死角啊！支出方法咧就系先揿一下射波掣，然后咧只脚咧就系掂到球面嘅时候咧，再揿多下射波掣，总共揿两次射波。咁如果时机准确嘅话咧，就会有个绿色框框弹出嚟噶啦。第二招就系连环挑波，呢招嘅使用方法咧就喺盘球嘅时候咧揿 R 三咧，佢就会的起个波。咁之后咧，你想继续的咧，就喺只脚就系掂到波嘅时候咧，你再揿 R 三咧，佢就会继续的噶啦。咁的得好唔好呢？就讲个时机揿得好唔好啦，同埋都睇球员嘅数值嘅。第三招咧就系窝里抽射。今集咧只要你揿住 L 二加射波掣咧，面对啲空中波咧，佢就一定会用脚嘅。以往咧就比较随机嘅，你就唔知道佢究竟会用头锤定系窝里射门咧。今集咧就可以好肯定咧，咁啊出到倒挂或者窝里噶。呢个系统咧就系呢个50-50 battle 球员咧争波嘅时候咧个物理咧会更加真实嘅。哇！呢度啊，正有蛋糕啊，咩啊？德国芝士蛋糕，好好食喎，好中化喎。呢个香口好多，好多果仁蛋糕，我谂有榛子朱古力味、黑森林 feel。试晒佢先，呢一个咧有啲似沙琪玛定点样嘅。呢个咩味咧？谂下先，香香地，肉桂啊，中意啲肉啊，话肉桂蛋糕几好食啊。最后呢个啊，白糖糕定咩？但用咩做啊？整唔到啊！辣椒，嗰啲奶油嗰啲咁样咯。我会食晒佢嘅。